我们渴望自由，又恋慕强权。我们敬畏上帝，又与恶魔为伍。天堂触手可及，地狱就在脚下。我有勇气到世界上去闯荡，把人间的苦乐一概承担，不怕和风暴搏斗，便是破釜沉舟也不慌张。打扰您一下，浮士德博士，车票买了吗？没有。我可不想和牛羊坐一个车厢。真押韵，科赛特，帮我记一下这句。是，爸爸。我觉得你最好先教他辨别那些白痴要求不必执行。快去买票。是，买票。啊，真可爱。研究了几十遍地图，啊？是稍微绕了点路，不过天黑前肯定能到飞蛇湖的，放心。你昨天也是这么说的，不能确定方向就别瞎转。Thank you.
钟里的零件好像掉了，怪不得敲不响。我们应该解开这个谜，去找零件。这怎么找？用锤子敲还快些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你真聪明。笨蛋，你难道不会直接喊几声吗？我们直接去镇里吧，我不认识那个笨蛋。那是爸爸。我说了，不想认识。算了，咱们俩傻等只会变成一堆破烂，去附近找人想想办法。是。是敲诈，分不清勺子和烟斗的家伙，这下子聪明起来了。烟斗，爸爸。好吧，现在有两条路，要么我们去做衣服，要么直接拿走。只要达到目的，你选哪个方法都无所谓。别看我，反正给过坚果了，我是不会内疚的。不过对以后有什么影响，我可不知道。
Où la dernière bleue de l'hiver qui va enfin guider.